带大家看一看大学生停摩托车的地方啊。他都看成都摩塞的左呢马来拉着你马来呢哈。你摩塞左对呢哈。你是啥么年代呢你的摩塞哈等等摩。哇塞呢你来看来一晃呢有很多的摩托车啊，是一个停车的好地方。那什么你能随个走摩托车呢有几个大学生来上课就这样把摩托车停在学校里面啊。